感觉摸一下直接死哎、欸。靠背啊，直接死哎、欸。试水温，来吧。甩住甩他，不然就死掉。只要全力攻击，而且最好是一波把他扫过去。绝对不能像刚才那样撑的哦，这都要直接弄过去哦。固定扣血70%。84万还蛮多的哎，说实在话，好腰嘞。好，现在三颗星。他妈CD有够长的。眼球就过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眼球就可以过了？是不是眼球就能过了？有人知道吗？我要再开别只吗？三只眼球，我三只眼球，对，我要平民一点，没有转租平民，不好意思，你第一次来对不对？你是第一次来哦，不好意思，这边只有平民转租，没有平民对我，不好意思。所谓的平民队伍就是没有练的队伍，没有练的，你要跟那种练的跟鬼一样的一样，怎么可能呢？总是要付出嘛，观念要有，懂吗？你要一队他妈从来没练过的队伍，然后打过人家练了4年5年，像我玩5年的，怎么可能？对，没有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啊，真的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啊，真的啊，你要努力啊，各位。哇，这个，对啊，很多人在一直叫我拔卡。其实他卡完全没有练，要我用那个没有练的卡，这根本哪有可能啊？连哦，轨迹腐蚀，那个腐蚀，我操！
索啊呜！哦，啊过来。哇，70%以下扣血100%，多少血啦？哦，1000多万，怎么每一次都跟鬼一样啊？啊，那咋这个鬼敢换呢？那你就不会转这三颗 哦？我今天是动不了你。手，不要更新啦！砰！我跟你讲，这干脆直接轻轻打下去，不用开机。真的，你要吃石头，轻轻打下去，不要开机。当然一回带走啊。懂吗？全眼球队，平民队，全眼球队。好了，每个人概念不一样，这我就不跟各位那个了，不跟各位讨论了。对啊，有的人刚觉得全队都是眼球是平民的，有人觉得全队都没有练是平民的，对啊。我就觉得你是在引战的，是不是？你会被我 ban 掉，我跟你讲，对啊。当我第一天玩神魔之塔。啊，对啊，你看其他人一定对你会有意见啊，不要乱了好不好？玩什么？我玩了5年了，什么全浅球啊，平民，这个要开战场了。这个要开战场了，两组就过了。那是你赖群的问题啊！你对啊，你把你的问题丢来我这边干嘛？对啊，你的赖群，你就听起来就觉得很不爽啊！你来这边跟人家讲，不是一样意思吗？对啊，你可以亏他，但不用把你的问题丢来这边，对吧？所以这边是怎样 ？CD 零同时发动攻击和转属性，每回要转换属性。消除敌人属性的敌人会吸收，它是转换属性啊，并没有属性相克的那个啊，对吧？所以我要直接给他撸下去，是不是还怎么样？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以前总是会觉得要克属才能伤害他，有人说直接开哦，是不是直接开啊？会死哦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到底是怎样？哎，赶快！对，我觉得这盾很熟悉啊，我就觉得怪怪的啊。我开下去消火，我好像扣血，对吧？我现在打他才不会扣血吧？但是我不能消光啊，我不能消光啊，对吧？打死就对了哦，打死哦，敢多少血？哎，800多万呢。要秒，干！我觉得要秒，对，没错。我看一下尾王，可以哦，配技可以。对，我觉得不然他整片等一下全部都光暗哦，我的哭啊！他等一下整片全部光暗，我就哭了。不用看啦、啊，就这只啦、啊。我这准备这只就是来打他的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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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462万，还没有眼球，还有5回合。手转直接干掉。我靠！这个叠珠实在是哇！好家在，我觉得我宁可吃石头，我也不要残念，你知道吗？被这科技扣住。
安怎？我就扣技怎么样？打我啊！打我啊，笨蛋！打我啊！吃食是一种艺术。你这边一直回体，这边跟他耗，你看我的样子像笨蛋吗？我花小小的几颗石头，我就换你一个宇宙最强的了，很讽刺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故意讽刺，我平民三到五 combo， 我就可以拿什么宇宙最强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宇宙最强，我三到五 combo， 我就可以拿你宇宙最强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这关卡设计有没有问题？你要思考哦。哎，怎么给我错开啊？你更新你啊？几贵点吧啦？几颗了？啊，就是石头多了，怎样？我穷到只剩石头了。哦，我还干，宇宙最强称号丢啊？那都是骗人的啦，懂我意思吗？那个称号很难吗？我说过了，全神魔之塔没有我打不过的关卡。懂不懂？那就算不能吃屎的，有没有？我照打，这种可以吃屎的，我一样打，打到你念你个脸歪掉。咻！你个敢要跟一届哦哈？你个敢要跟一届哦？一波 seven， 投资机身上没有 不用火珠啊，新珠就是火珠啊，学起来学起来，新等于火，接下来。哎呦，无视任何攻击伤害呢！哇，差点被他骗了呢！哈，哦，想骗我，你要骗我一波爆发，一波 seven 开过去，然后说啊，为什么没有伤害，对不对？想太多了，你想太多了，我真的觉得你想太多了，真的啦，你真的想太多了。眼球攻击，眼眼魔灵火焰，对不对？你们刚是不是在等这个？对不对？你们等说哇哇，怎么的啊？哇，怎么啊？怎么没有伤害？对不对？想太多了，对吧？一波 seven 了，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刷过去啊！哇，你个打到他脸歪掉！哎，我操，三十二就停了。他们就很缺点哦！哦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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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对啊，我们换个宇宙最强，我故意嘲讽的，我们马上换，怎么换的？怎么换称号？怎么换称号？我很久没用称号了，怎么用称号？怎么用称号？哪边换称号？怎么换称号？来来来，不是这里啊，是这里吗？哪里换称号？设定记录，哦，这里是不是？宇宙最强，宇宙最强，改，我马上就称号去骗人，还当骗人的啦！称号设定，要把称号显示哦，要显示称号，要显示称号，宇宙最强哦，哎呀，宇宙最强，好讽刺啊！学起来，各位观众，学起来。